刘振强著《大词典》，敬告读者，查米朗读。本《大词典》之编纂，始自民国60年，即我三民书局创立之第18年，去今盖已16、4年矣。原编纂一意，千头万绪，志费经营，人才也，计划也，资金也，非赖群策群力，并须积月累年不为功，故近半世纪以还，国内从事出版业者因受战乱之累，于此类聚集，大都舍重就轻，补居下陋而已足，既资尖端科技，突飞猛进，新生事物逼人而来，抱残守缺，已无法适应。本人有见于此，愿秉区区报国之诚，与积年体验之所得，为我复兴文化大业，略效为劳，既胜国民天职于万一。此本大词典之所由作也。自经史以契告成，编纂之临聘，体列之研拟，资料之搜集，工作之分配，及历年一般读者、作者以讹传讹点石之考定，无在而不力求其周至与精当，赖同人之尽心合力，遂得按部就班，日进有功。同人由十数人而见至于伯，集己一堂，朝夕与共，原可早其父子以问世，而日往月来，人事无常，或出任兼具，或讲学一帮，中途下士者亦不乏其人，如萨先生、孟武之事，书刊悼念。回首14年来，新旧地善，硕硕有之，其中难能可贵，不辞闲劳，始终如一，惟丘谢友教授最为人所乐道。今幸全稿继承，问世有奇，本书之幸，亦我工作同仁之功德耳。当本书之筹舵父子也，而知国内印刷厂商所备中文铜模，悉来自日本，同是宋体，笔画结构出入资多，为求至善，情商此间制模工厂另购最新制模机械以应所需，由工写字体始而至刻完铜模纸，耗时8载。待2年前教育部颁布标准字体，又补刻新体铜模数千，将版面之2号字一一抽换。去年10月又奉颁注音符号第2式，因又补刻铜模，增入所排之版，做最后之调整，总计新制铜模6万有机。即排版完成，先后约5年，铅之用于印刷者竟达70吨，所铸铅板堆积如山，占场地薄于平，如此规模，如许周折，绝非寻常厂商所能为，亦非诚心共襄盛举所愿为，而今历胜万难，终于成书，为此包罗万有之作，
同人等虽呕心沥血以赴，瑕疵疏漏，世所难免。至望海内外实学大师多似指正，必真完粹，读者信甚，我中华文化信甚。中华民国74年4月，刘振强敬致。